你还记得你是油车，所以那里慢是 OK 的，不要翻就对了。你有人只要没有翻，你等下就会发现东西，你相信我。人家快，让人家先走，没关系。对不对？现在有一段距离，对不对？你就稳稳的把它跑。你等一下如果拉近，你就会发现我讲的。你照你的步调跑，不要急。跟比赛就是要这样。你把你自己跑好，你不要去管前面多远多近。你不要想要一次就追到，懂吗？慢慢来。稳一点，再稳一点。你看，距离没有被拉远哦，你稳一点，跑你自己的，慢慢慢慢，你就会发现你。不要翻，不要翻，对，不要翻。现在就要当比赛一样落后了嘛，你翻了嘛，你现在要去追，所以你就是稳就对了。很棒，哎，继续。前面有失误哦，哈！我们自己不要失误，懂吗？比赛就是比谁不要失误了。前面有失误哦，你会拉近哦，六的，你看哦，比赛就是这样，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这意思。哇靠呀！稳一点，稳一点。啊，六的，啊啊啊！啊